他说过很多次他很想家，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是你的家人，好吧？我永远是你队长，加油！加油！我觉得我来这里是重要的是学习，每个人没有失败一次，没有失败两次是不能达到成功的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只是一个过程，还没有到终点。谢谢三位专业的评审老师，你们辛苦了。还有各位老师同学，我们可以回家了。谢谢。我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就跟上次一样，像他今天在舞台上说的那两句话，我觉得非常棒。这个只是一个过程，还没有到终点。我觉得像个爷们儿，真的。我觉得有这份心气儿在，我觉得他做什么都可以成功，不需要爸爸妈妈的。非常棒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别锻炼，谢谢你，好了，好了，别哭了。真傻，笑着送辛哥走。为什么哭？加油！一起走。哎，我们想一首歌唱吧。好，好，预备起。爱上你的时候还不懂感情。离别后才觉得刻骨铭心，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，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，那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，那陪我淋的雨，一幕幕都是你，一尘不染的真心与你相遇，好幸运，可我已失去为你泪流满面的旋律，但愿在我看不到的天际，你张开了双翼，遇见你的注定，它会有多幸运。你听一下啊，小虾。不是。我想把这首歌做好了然后送给你听。你是不是很舍不得？当然了。大雨之小雨，小雨之虾米，大人不要教我弹吉他啊。没问题，弹的时候你的手尽量放轻松。嗯，对。颜色是半透明。你让我走的原因是啊！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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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讨厌哦！爱情来的太突然。不开心的时候就会写歌。我是一堆小龙虾，在这里的红色的小龙虾。就写一首叫《小夏》。我唱的这只小夏就悠哉。我唱。我想把这首歌做好了然后送给你听。浑水里也任凭世界的复杂带不走内心的挣扎，我唱的这只小小就有在你心底的夜里。我有一天要走了，你怎么样？非常难过。那为什么我是非常难的？因为你一直赖在我这里啊。你待在长沙吧，虽然你不能吃辣。为什么？我在长沙你养我啊。我会努力赚钱的啊。啊啊，你要养我吗？不要，养不起。我想再抱抱一下哥。一生逞能的
卑微。这相思而生的勇气，我唱歌。每次春天都下雨哎。习惯忽略他人，凭世界的复杂，带不走内心的挣扎。我唱。如果明天没有留下人，都是最不能哭的是你。又在你心底呀。我走了哟。拜拜，江湖见，江湖见，拜拜。拜拜。相遇，相遇吃虾米，虾米爱吃你。拜拜。也虾米，他爱吃你。街灯化不开分别的酸涩，却留下了笑着离开的模样。如果无路可退，披荆斩棘的少年就勇敢地向前走吧。失去过的人会更加懂得珍惜。如果有一个失而复得的机会，你会怎么抓住它呢？同学们，我们今天下有个特殊的任务，我们要骑自行车骑30公里，骑30公里。啊！没骑过30公里。但是我要告诉你们，我们的任务是什么，你们就不会觉得累了。什么任务？什么任务？我们要去火车站去接一个人，去接一个人。谁呀？啊！到了！呜！哇！哇！停！亮姐！你在快！在旁边跑步。陈老师呢？跟上我吗？我骑不快。来，陈老师赶上来了。这个车特别不好。我们是接润泽大组。接润泽啦！如果有70%的观众喜欢上你们的短片，即为团战胜利。在第4次甄别考核结束后，赢得一个复活权。哪一位同学能获得这个复活权呢？全票，全票！好，谢谢你们，全票通过，获得复活权。怎么样，你心里有想法了吗？我有点私心或者有点什么样，我跟你说，其实我希望润泽，因为大家都想救自己心目中的人嘛。其实我觉得润泽还是比我们所有人更需要这个机会，像嘉文啊、信哲他们未来就是这个行业的人。润泽从我明白从淮南来这里，再加上我去他们家和我跟他交集这么久之后，我能感受到他更渴望这个机会。他的走我真的很难过，我希望他能回来，真的。其实今天你如果不来找我，我也会来找你的。皓月、潘潘、星星也都来找过我，跟我说了润泽家世的情况。我只是站在润泽角度，站在我的角度去跟你讲述一下润泽是这样子的。其实我知道润泽他是一个非常努力、非常认真、态度非常好的一个人。
我大学老师也告诉我，他说兴趣也许是最好的老师。我相信润泽他是也非常有兴趣的。我就是，我知道你纠结，你知道吗？我很纠结，很纠结。我是嘉文和涛涛已经走了，我虽然是科班生的队长，于情于理是应该把这个权利和职责应该是给他们两个。所以我明白你纠结，其实我就是想来。